参加节目之前，我一直跟我兄弟讲说，我超想跟灭火器合作，愿望实现的感觉。以后还有，以后还有，必须要跟你讲，阿夸面真的很喜欢你们，这是我这一季听到他讲最多话的一次。真的。成功破龙，俺拢是无命的英雄。无是愤怒，台湾战争只有做。用力冲，用力冲，用力冲！苏荷起身狂破龙，也属于干我的英雄。不过一切，这上班的时代，这上班的人，就要靠咱兄弟，让你从天来看。哇！天哪！太热血了！其实我们跟马克是有私交的。哎、欸，我不知道他可以比到这么后面。哦，是要是要怎么看衰？两位选手感觉怎么样？因为我在参加节目之前，我一直跟我兄弟讲说，我超想跟灭火器合作，愿望实现的感觉。可以可以，以后还有，以后还有。灭火器老师们，我必须要跟你讲，阿夸面真的很喜欢你们。这是我这一季听到他讲最多话的一次。真的。